各位同事，大家午安吼，大家好。今仔我来回应拄仔咱个同事在讲个吼，这三日个问题足重要。那么过去不能来台湾的是考试的咱考试的这个考试，那么起码是不能有车，以后有咧坐。所以讲，咱过来遐看到一代母二代母。那么伊边仔，伊若做了边仔拢有政府管制啦。但是国民党政府来了，伊不但做，佫挂迄个头号号，连根拔起啊，或者有啥要求的。所以国民党因迄个林务局吼，我讲个做伐木局啊，毋是林务局，林务局咧管理，伊毋是伊干那咧伐木，所以分开。即阵。林务局实际上叫做伐木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后咱民政府人起来做吼、哦，应该像咱中医讲的，八当卖做，干哪拢种，一直甲种，吼、哦，甲恢复到咱古代美丽台湾，好，好好抓住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以后大家共同来拍拼，吼、哦。那么我今仔来讲，下湖这个古代吼。我把这个题目吼，一个真简单的目标，啊，但是无遐简单的这样达成。我刚才是讲吼，哦，咱台湾的题目水准吼，一定足够，目前起码是不能，我咱生活是有尊严，吼，自由，有国度安尼就好。所以这个目标，吼、哦，简单，无简单做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来拍拼。那么，看一下我另外一个台的变化，这块今天大家讨论的嘛。那么，哎呦，虽然我是讲，咱台湾人，就这个国民党教咱教讲，人定胜天。其实我认为这不对，人都较老，就较输这个台面，较输上帝所创造的吼。所以咱希望大家来谦卑，来配合台面，唔通来破坏这个生态。那么配合就是这个生态足丰富的所在，咱应该好好来保护。
因所打来讲吼，咱落来讲反应用吼。那么，伫本来教育上吼，咱来讲，台湾人好啊，教讲讲你有健康的台湾文化意识，吼，爱教出台湾人会更尊严公正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们当教出讲。当然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这个拢错位吼。那么，观众甲你又是客户上重要一个收入吼，一边间的收入吼。所以，客户的文化，甲伊的建筑物的保存，甲自然生态的遐个物件，就是上大的旅游观光的资产，啊，这算较客户一个较重要。包括伊个鱼捞吼，即个鱼产产业即方面，对啊，以后咱有认真话来，来大家来甲促进一个观光个产业发展吼。啊，配合无，目标真济啦吼，啊，理想也真济。啊，即个要安怎处理？以后咱有进一步个计划吼，啊，再来开通公益报道。那么我今仔后面来讲，其实重要个重点就是爱。向咱台湾人民教育讲，目前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是，伊的阵容是啥物款？吼，啊，咱另外，啊，咱讲讲，咱台湾就还阁是美国的军事战略中，那么累积一四七年外来吼，我顶过咱两个月，我有咱咧想安怎有呾记录起，我大概有。记录十四个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华丽意志甲伊的志向，或者我较粗浅的讲吼，先要较好恁讲哩吼，来咱讲吼。这十四个我即马就一个来啊，各位分享吼。第一个，1945年9月初伊太平舰区的总司令吼麦克阿瑟将军。包括一路面临退路，迄一般面临退路啦。面临中要求哦，命令中国建区的代表，迄个盟军代表、蒋介石代表，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。啊，这就是美国是因为伊是台湾的殖民者，所以依靠这个权力来分配这个军事占领的。啊，陈主编就讲，伊所有麦克阿瑟发布出个命令，发布苏联军的反动区的总司令头前有挂苏联这国家的国名，啊，发布澳洲名嘛是澳洲国家总司令一个澳洲的国名，独独干呐中国政府无用中国的干呐独蒋介石中这三字哦来代表。这个可能是讲，美国解放以后，中国要分内战的状况情况下，以后内战的情况下，到底什么人能够代表中国，不知道，所以可能用这个方式。好，第二项是讲，1952年4月2日的《辛亥这个旧金山合约》，第二条，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，第23条 A 确认。美国是对日本台湾的主要舰船舰艇船国。那么，这点内底来讲吼，确定落了，就是美国以后是安怎对台湾作的实质的这一件事情。啊，第三点，对日本合约的拟定，甲含东盟国在协商这个日本的合约要安怎？这样处理电脑的问题，种种是为了做到国务卿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来拟定的，来主导大部分。因为美国伊有主要占领全国这个关系，所以伊唔太这样来主导一件代志。啊，第四项，1979年1月7日，追溯生效的。台湾关系法，
是美国参众两年用英国的管道来通回美国的国内管，也未接等红线。啊，美国是就是因为伊，伊有这个台湾管的话咧，靠这个管理啊，这个义务来入侵这个台湾管的。咱拢毋捌听过讲有一个英国管的台湾管的话，还是多年台湾管的话，就独独敢若有一个美国台湾管的话，它都是美国的国台湾。第五项，台湾的关系法第二条 B 六甲 C 讲，维持美国强大的武力，以保护台湾人民安全、甲人权、甲经济制度的稳定，是哪一条？啊，这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责任。那么第六条，第六项，1996年，李登辉甲谢明敏闽东在选这个中华民国民防总统的时候，啊，中央发射飞弹，嘛来威胁台海的这个安全吼。美国随派两架航母舰的战斗群，来到台湾的右边来戒备保护。那是我。美国不是一百多名，你去使起两组的这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吼，你爱开足侪钱的吼，爱动用军队的这个人员吼，较开销。所以如果若是美国有这个建议，无必要来趟这个浑水吼。第七项，2004年10月，美国国务卿。即、这个鲍威尔讲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。那么，整个美国的国务卿也安尼讲，因为这是台湾管理法，是美国国内法啦吼。啊，美国佫对台湾有管辖。甲地理的权利，但是伊就是即摆用，但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来咧代理台湾地理工作。以前美国是讲台湾民国政府咧代地理台湾，但是即摆已经训练所有的外交主管、吼领事馆，都讲袂使讲中华民国，爱讲台湾地理工作。那么第八项。现在所谓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总统吼的选举，吼，现在所谓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，无论啊两蒋的啦，李登辉阿扁啊，阿万吉，伊所有的行政的措施，吼，拢爱看美国的面色来咧做代志，不是就对咱。从中华民国时代，你自己台湾咧，安尼作战倒是，吼，攻南攻西安尼啦吼。啊，有些讲，啊你这袂这样做，啊迄这样做安尼，敢好像，头家都伊咧顶伊咧做啊，啊实际嘛头家咧做。美国等于是当主兵，台湾敢若伊分公司，伊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。延伸下来，包括你等于吼，啊，蒋经国啦，是啥物啊，啊，都马英九啊，这种伊等于伊排的总经理的规定，啊，来将比例管理，伊无反攻，会当甲台湾，你安怎甲比伊中国，这无可能。而且啊，片啊吼，伊2000年过伊才有这个，有讲这个。四部一没有，等于讲，我要宣布台湾独立的，属于两国论不路线。第三，我要体验统一如公投。第四，我要变更国号。第五，无非统一纲领。国统的问题。那么，
这四部一没有，头前经三，这是刘世忠教授我有看伊分析，伊说哦，经三是美国，然后又阿边还讲，啊，你然后美国爱发起压力，又按迄个阿边还讲啥，一边啥，啊，全世界总统咧就是，啊，拢来讲，我起来。外面紧张，我一坐上，就干那咱这个渔网在外面个东东阿兵啊，起来讲，发现唔对，唔对，靠这个东东测测几一块嘞，啊，你如果那唔是讲有美国个压力，甲美国有这个关吼，伊等于咧做一个中介，伊后边咧让在外面个渔网叫这个保底人啊。这就是咱这个台湾军事政府，伊是军装伫美国国防下骹内底这个防务下骹，所以伫这个你怎啊看？今年的八八风灾，莫拉多风灾，以前啊，美国对外的救灾吼，是拢用。美国救难总署咧是对外单位，咧处理世界救灾。但是独独台湾这个八八风灾，美国国防部从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地理总局讲，台湾救灾对外单位是美国国防部。那么这个代志，一般人是回忆想讲，那是。第二六来救灾者啊，关系对你的对我安，但是这意涵不深嘛。表示咱就是，包括是伊的军事将领中吼。你看，那东山中华民国陆军政府总陆军总统嘛，有一件重要代志，就讲，拢爱接到美国的贺电来做声音，较受嘛。你刚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，雷德命令赶快，你一脉相承，应该对一脉相承出来吼。那两千零四年三月二十，来算结束的事，阿边也不算吼，因为阿边叫枪击案，但是哪样，那正无关，所以霸占这个海岛，霸占这几个海，去当地美国啊。啊，无法做这个各边无来往，哦，互这个阿扁啊。所以咱迄阵啊，足不心是焦急的。迄款的心情，我想在座大家拢有感受着。原来他那呐，看到迄各边美国迄边各边作兵着啦，你看安尼大大大大。这就表示讲，大家爱等美国迄边的各边来咱靠。家己套迄个确认公布，这个总统是本的。第十项，这个新的 AID 是台北市内湖区这个平湖路100号一区新的这个管控，这个占地有2万坪，花费大概一个5000万美金，覆盖这个所起的这个新的会馆。这地下有三号，啊，上深迄层讲会听讲吼，讲会听黄核子弹的攻击，哦，啊，租期就99年到99年，总共198年，啊，将要进入到800名的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，啊，你若想这款的规模，基本都台湾总统府的规模，全世界。上大诶，美国起伫国外诶，即个军事贷款，就头伊拉克伊诶防卫，吼，啊，甲伊诶海军陆战队进驻上侪。但是咱台湾咱咧这些样诶，竟然爱估价遮大诶，是即个装备设备啦吼。所以，表示美国可能真重视台湾即个所在吼。啊，这因为应该是以后要做总统府诶，所以爱起即款诶规划。
其底下農村通識民通，中華苗栗總統的選舉大選吼，啊變啊，十一月十六號正式宣布要做防禦性公投吼，含這個三月二十的這總統大選嘛，都會要選，但是這個總統府這邊首先有甲要公投的這個內容，透過這個國安系統。送去予美国开幕，爱予伊看过，予伊批准。啊，大家想看卖，原来送去予美国开幕，那无送予英国国母，啊，无送予法国国母，我都着爱送去予美国看。第十二项，蒋介石伫台湾所有重要的庆典，伊拢穿军服。不穿西装，伊干呐出国去访问去菲律宾，也是去韩国的时，有看伊穿西装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伊伫台湾是代表美国军事占领台湾，去管理台湾。但是出去了，台湾出去了，伊就爱用爱穿西装，而且大家在讨论情况。什么原因？第十三项，菲律宾伫克拉克有美国的空军基地，啊，驻伫台湾啊海军基地。日本的琉球有美国的加索纳空军基地。那么咱台湾前段讲嘛有一个美国的的这个空军基地，啊，这过去这就是拢。军事占领地，美国所起的这个军事要塞。那么第十四项就是讲，咱台湾内湖金门码头、台澎金马用独立关税领域地区，必须申请这个 WTO。独立关税领域的代表意思，就是占领地。好，那么以上，那是我从这中到这吃饭吼，啊，就那吃那想，啊，当然，好，啊，都，伊的法律就是健全法，哦，占领法，甲旧金山合约，甲台湾关系法等等，哦，这样子个。用个收集起来，哦。可能有人会讲，啊，那无讲到太多先人，哦，啊，太多先人，就像拄阿林头讲，讲出去就有遵守，感谢。终于大放光明，哦，就安尼，就咧看无啥有咧吼，就咧紧张咧个，哦。啊，这个。到底开罗宣言吼，开罗新闻有人讲，爱讲开罗新闻讲白了吼，这大家听就好啊。这拢有足侪人伫报纸上，也是出席，拢咧讲这个开罗宣言，到底有效无？
后讲的话无人要听，你若转去也无人要转落去。吼，所以因即个诚信足重啦，也袂使讲袂使。吼，所以即开罗先生若讲着就有效啦。那么，开罗先生这是啥物时阵信号？像我说，吼，有一寡车是咧讲，有是讲1949年。从咧大战的时就已经，美国就已经有咧想要咧想，按照所谓福布斯开罗先生所讲起来，是要甲台湾配合，配合中国这个台湾。那么说过来，这就差不多恁讲的拢有讲，我就讲。啊，今仔早早早早。